前就退出演艺圈，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，过上平静的生活。不过一举一动还是备受粉丝关注，而他平常发布的图文大多与修佛有关。近期他还为加拿大灵岩山寺拍摄一段佛门礼仪的影片，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他身穿一身白衣，几乎是素颜亮相，他虔诚地示范一系列动作。而影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们也关注起他的外貌，觉得他脸上多了好几分沧桑感，纷纷直呼认不出来，甚至怀疑他是否做了医美，眼睛变得不太一样。但男票粉丝则跳出来表示，女生已经56岁，整个人看起来依旧气质出众，这个状态已经很不错了。you